告诉他交通这是从政的行规啊、哦。第一个不要贪财，第二个不要好色。一个政治人物，一个政党，一个政府，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与尊敬，他不可能再往下走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讲这个绝对没有影射任何人的意思啊，因为我都讲了很多年。这是马英九银行校服的资料。他做市长一个月薪水150,000，但是差不多每一个月他都汇款200,000给他太太周美青。财产增加的比较快，是因为我的财产集中在存款，是一个最透明的方式，大家就看得见。有人说我两个女儿在美国念书，一年要花什么700,000-800,000，我们两个小孩距离5岁，他们同时在美国念书的时间只有9个月，所以花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给出来的钱是对倒来的，安怎算都算不清楚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伊要特别费来做补贴。市长，我想我再重新厘清一下啊、哦，刚刚周议员有问过你，就是说特别费的部分，它不是薪水是吧？是不是薪水特别费？我的了解不是。好，他也不是市长的或首长的收入跟所得。特别费可以拿去当生活费吗？特别费我们不会拿来当生活费。不会拿去当生活费， 对不对？特别费应该是公务使用的费用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你把特资费当成生活费使用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，这不是你决定啊。退出政坛啊。啊，退出政坛、啊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，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。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，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。这句话才讲完，都有立委出来吐槽。市府有一个员工，他不愿意具名跟我们爆料，原来马英九的特别费花到马小九的身上。就是这只马小九，甲马英九加一个非常的龙龟。台北市的狗只要姓马，就可以用你的特别费报销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有台北市的流浪狗，请马英九都把它改姓马，也一并用你每个月34万的特别费来核销。一提到马小九，我就叹气。我常说是音不如小，人不如狗，马英九不如马小九。用来核销特别费的发票是什么物件拢有？食饭的上济，药，买女性的 bra 食，查甫人的鞋，香水，化妆品。而这个发票查出来，也只有一张是小女孩的游泳衣，并不是女性内衣。好吧，就照伊所讲诶，发票内底有小女孩的游泳衣，但是搁较含糊诶，要有仙女棒、学员女生学院组合、美少女战士、神奇宝贝玩偶。你讲这拢是余文博的，甲伊拢总无关系。这个你认为？根本没有犯罪的故意，我也没有犯罪的事实。从我这8年来，乃至于20多年来，使用特别费当时的主观认知呢，都没有把它看成是公款，而认为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。就他妈的，咱搁听一摆。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，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，都没有把它看成是公款，而认为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。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，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。
我们不会怀疑黄仁忠的性行为，可是我们会怀疑神父的性行为或者和尚的性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父和和尚用最高的标准来标榜自己。你小马哥是神父啊，神父偷腥那不得了啊，对你形象不好啊，这个人很笨啊，偷吃东西不擦嘴，所以才被抓到。他在前两次应讯的时候，表示说他知道特别费是公款，那他所领得的款项都已经用在公务或是公益捐款。到第三次的时候呢，他就来表示说，他误以为特别费是私款，检察官认为说都足以认为他本人在行为的时候也有相同的主观认知。因此啊，认定马先生有诈术的实施跟不法的所有意图。前是依照政绩来认定，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。部长说，您过去跟这个马部长，他其实当时在任内的时候可以说是感情很好，那是不是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遗憾呢？就是说难免会有挣扎，当然要做痛苦的一个决定哈。那但是法律人没办法，只能依照政绩来认定。英九在此郑重的宣告，我要化悲愤为力量，义无反顾参选2008年的总统。我要向人民证明我的清白。我的清白受到质疑，我一生廉洁居然被起诉，对英九来说，这比失去我的生命更痛。
次序，而且呢还要注意速度，千万不可以跑太快，尤其是不可以比我快。好像看起来，马前腿，都有肿了。要不要帮我检查一下？好啊，好啊。是重要的代志，拢无咧执行啊！哦，但是你哦，你转啊，转转转，卡转转啊！啊，大家咧走路，大家查某囡仔看到哦，拍拍手啊，真好真好。迄就是呢，讲正经话，迄就是老百姓幻想啊，哦，幻想啊！哎呀，即摆较老几年吼，伊会西方啦吼，啊有迄、那个迄款呢出来的时拢啊老啊老迈啊老，咱来另外看一个，吼、哦，就变一变啦。幻想会变啊！解除戒严，国会全面改选，停止一党专政，就是开放党禁、开放报禁，啊、哦，司法独立，军队国家化，一大堆这些东西。请问马英九先生，有哪一项你不反对的？这些民主运动的诉求里面，有哪一项你不反对的？黑金的锅，九色的锅，台独的锅，我不沾。爱国的锅，改革的锅，团结的锅，我一定要沾，还要沾得彻底啊，对不对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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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年前为国民党写报告的叶舞台，八年前每天游泳慢跑的马市长，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一蕊花对落地，爸爸妈妈疼上多。风若吹，爱甲飞，唔茫予伊对落乌暗地。咱用疼心，用包容的心讲，咱来疼咱一块土地。一句讲特别算小的，一点啊，迄个意思都无，就敢若讲，咱台来疼惜咱一块土地，啊，咱台湾的人，特别安尼疼惜，要甲你包容，啊，哪个未向觉醒，佫未向讲特别反悔，迄种人敢要紧？